好，那我直接用我手机录。好。好，那开始。好。哦，那个我好看，传给你吧，然后你看看好不好看。行。咋啦？我拍的不好吗？不是，我总感觉自己跳的不太好。啊，你跳的还不太好啊？哎呦，那你看我。不是我第一次学呀。那我第一次教别人的时候，别人怎么学会？就是学会。不学了，不学了。王源。干嘛？你不要走吗？嗯，那你不是叫我了吗？那我叫你你就来啊。那我不是还是想学吗？真的想学啊？对啊。不是这么大的场地，你让我想你让我一个人拖。那你想不想学啊？好好好好。没想到想学跳舞还是个体力活。你到底啥时候教我呀？我紧靠有第一张照片，太感情明的。不是，那不是你让我拖地的吗？那你打不打算教我呀？啊？然后你，教你行了吧？开始吧。啊，那不是今天不教了吗？先回家吧。